了，名画来了，这是印象派大师莫内的作品，风格明亮愉悦。而现在就有来自巴黎马摩丹美术馆的55件展品在台北展出，就连副总统吴敦义的夫人蔡令仪也前来赏画。无论是莫内私人珍藏画作，或是少年莫内所绘制的讽刺漫画，还有他最擅长捕捉的光影、花园景色等创作，史上最为齐全的莫内画展呈现了莫内各个时期的绘画风格和人生转变，就连副总统夫人蔡令仪也为之着迷。莫内呢，他从小呢就是比较调皮捣蛋，那他的妈妈呢，在他17岁的时候过世。55件来自巴黎马摩丹美术馆的莫内作品，堪称台湾历年最完整、最全面的莫内画展。分为5大主题，以全面性的角度欣赏大师作品，满足艺术爱好者的喜好。平常就还蛮喜欢看这些艺术展啊，那因为莫内展它是非常难得过来，所以就是一定要来看。那个就是那个画，不一定是一定要用它原本的颜色去画，也可以用其他颜色去画。印象派生活化的取材与创新大胆的视觉效果，莫内作品广受大众喜爱，不仅是艺术，也是大师生涯的动人缩影。记者胡志新、胡启仁采访报道。